来做一做有关于光学仪器的题目。有个大哥使用放大镜看邮票，得到一个正立放大像，请问你下列是不是何者错误？放大镜是凸透镜，正立放大就是一个虚像，正立放大就是虚像，然后虚像是要在焦点内，对吧？焦点内，所以它是要看到一个虚像，然后呢放在焦点之内。所以呢，如果放在两倍焦距外，是成为导力缩小的实像，然后凸透镜会汇聚，凹透镜会发散，所以错误答案我们选择的叫做猪 ，OK 吗 ？OK。21，照相机谁是对的？照相机了，照相机了，谁是对的？来，帅哥美女，再找一位美女。美女叫做，你们班没有十五号对不对？没有十五号，二号，子杰，李工上，你选的是 C 哦，你选 C， 你说，前面讲了瞳孔是像光圈。照相机的镜头像凸透镜会汇聚，底片像要感光，光线十一道，所以是实像。因为要成为一个导力缩小实像，所以要在两倍焦距外，所以答案选的是 C。请问你22题，谁像镜头啊？按照我们国中程度教的，谁像镜头啊？很简单，可爱大帅哥，帅哥男。31，好，立功上，你选的是 C 哦，你说帅哥男选 C， 角膜国中没有教，瞳孔像光圈，视网膜像底片，水晶体像镜头，偏折光线用的，就是跟各位讲到一些光学仪器的照相机啊、眼睛的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接下来呢？就是主要就是近视眼、远视眼的状况啊。这边有一个大哥眼睛长这样，成像长这样，他是什么？那显然的成像太后面嘛，所以东西要拿远，成像才会往前移，然后才会落在视网膜上。要拿远，所以什么眼？远视眼嘛。那你是成像太后面，表示你太晚汇聚嘛，要帮助你汇聚，是要带什么东西？带凸透镜帮忙矫正嘛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得的是一个远视眼，我们要用凸透镜来矫正，凸透镜来矫正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择叫做猪耳 ，OK 吗 ？OK。啊，这个学测有换一种方法考过类似的问题，不是这样子问的，但是类似的问题，谁不能够汇聚光线呢？谁不能汇聚？谁能汇聚光线？凸透镜嘛，凸透镜可以汇聚光线嘛，凹透镜会怎样？发散。所以谁呢？可爱的这位大小姐，12号，12 B 哦，请坐下。你答案选 B。近视眼是凹透镜。所以凹透镜会发散，所以它不能够汇聚。远视眼刚才讲过，凸透镜，老花眼其实跟远视眼类似，东西要拿得比较远一点看得到嘛，你也看得到老花眼啊，所以答案就选了叫 B 耳。啊，近视眼要怎么矫正呢？形成原因啦、啊，还有矫正啦、啊，怎么叙述是不对的嘞？不对的嘞，帅哥美女，现在换帅哥了，可爱大帅哥。五，可爱大帅哥，五，30，啊，那个要95分的，快，你跟我讲 ，C， 你今天表现比上次好，近视眼是那个成像太早，所以要靠近啊，八股，所以他要太早，所以要戴的是凹透镜，你死背也可以啊，你不懂原因死背也 OK 啦。对，你不懂为什么你十倍也是行的，反正你就记得啊，讲过了那个近视眼跟远视眼的那个
成像太早还太晚，要如何矫正是我们的重点，就是关于近视眼的部分 ，OK 吗 ？OK。